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 Half Bucket Makeup。今集我哋唔讲 makeup， 我要做一个新尝试。之前咧就系我四月嘅时候，冇错，你而家睇紧嘅系十一月，但我今年四月嘅时候系去咗一次英国嘅。我成日都好想做一啲旅游片啊，咁所以我哋试下剪一个 UK vlog。第一集会带大家去 V&A 博物馆同埋 Notting Hill 嘅 Weekend Market 嘅。如果反应好嘅话咧，就会继续剪咧，因为下一集我哋应该系会去行英国嘅药妆同埋行呢个 Selfridge。大家如果想和我一起去英国行街的话呢，就记得 like 我的 video， share 我的 video 出去，还有 comments down below 告诉我听你对我这个新的系列有什么睇法。首先今天是要介绍我们的金主爸爸，是一个新找我合作的品牌，是叫做 Anna Luisa， 他是一个来自 New York 的 Affordable Jewelry 品牌。看到我现在珠光宝气这样都是来自他们品牌的 Jewelry。中国小时候的时候呢都是很喜欢Jewelry 嘅，但系以前买嘅首饰就有一个问题，因为以前钱唔多啊，咁所以你买嘅首饰咧就极易生锈啊、变色啊。但系而家去到一个追求品质嘅岁数，系会想揾一啲设计简约、timeless、高 quality， 但系又比较 affordable 嘅 jewelry 啦。Anna Luisa 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，系做到佢哋个单价非常之低啦，但系 material 亦都做到好好，因为佢系会回收一啲贵金属，佢重新再打造啦。咁系一个 upcycling 嘅 jewelry 嚟嘅，佢最平颈链可能是四五百元就已经买到一条啦。它虽然说是 affordable jewelry， 但它用料上是绝不稀长的。好像我戴的这两条呢都是到了金的黄铜和用了 rhodium 去做 plating 的 brass 来的。看到我颈上面的这一条叫做 Tyler， 其实它本身的条链里面是有三个圈圈的。如果你想衬衫的话，我想衬回一些即比较 cool 通一点的，我就会 take away 这两个，留下一个银色的圈圈在这里。 Tyler 最好的就是整条链都是基本上你可以有几紧扣到几紧。今天是做 layering 嘛，所以我就会尽量是扣短一点，令到它的 layer 是会比较好看一点。名顶这个款式是叫做 Zabo， 卵石这样的一个形状。 Material 虽然都是 brass， 但它有一个 rhodium 的 coating， 所以就令到它是会 water resistance 的。 Anna Luisa 的首饰其实它都会有两年的 warranty， 如果你有什么损坏啊，联络它的官方都是会做到一个保修给你。虽然佢话 water resistance， 但我唔建议你带住佢去冲凉，因为佢唔系 stainless steel 啦。平时湿少少水系冇问题嘅，但系我就唔建议长时间带住佢冲凉或者游水咯。唔戴嘅时候咧，都尽量 keep 翻佢喺一个本身佢自带嗰个盒仔度啦，咁就令到佢冇咁容易变色嘅。同埋 Anna Luisa 成日都系做折扣嘅，变咗你得到手嗰个价钱可能系三四百蚊咁样。你谂下，仲要呢一个系有三个圈咧，一条链其实有劲多个戴法，所以我系好抵。如果你是一个追求质量的小资女，我就很推荐这个品牌。如果大家对 Anna Luisa 的首饰有兴趣的话，就趁现在它是做的 Black Friday 的优惠，用我资讯栏下面的 link 去购买的话，就可以拿到高达 30% off 的折扣。好，银器分享到这里，我们回去英国的 V&A。 现在是这个伦敦的 V&A， 本身今天是想着去看海狮的，但因为呢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铁那里有人 jump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變咗要喺呢個 South Kensington 度落車。咁就一落車，其實就係呢個 V&A 博物館。其實我哋已經嚟過好多次，但係今日係被逼呢個行程中斷，帶大家嚟睇下呢個 V&A 係咩樣啦。呢度係我嘅英國朋友話最中意行嘅一個區域，因為係講緊中世紀嘅廚具。我啱啱睇咗咧，佢呢度嘅裝修係同一百幾幾年嘅時候係一樣，佢又保持咗好多當年嘅建築。哦，所以佢就係有嗰個意大意式嘅呢個 doom。但係佢咁暗係因為要保持呢個銀器嘅 quality。哦，喂，你好咩喎？啱啱。而英港人的知識，其實我都很喜歡這些銀器，我是很害怕鐵摩擦鐵的聲音，所以如果呢家全部都是這些銀器的廚具，我應該是會崩潰的。是很漂亮，它上面那些雀仔，它上面那個，是啊，我很喜歡這些盒子。這個是不是那些放餐巾的盒子？以前有沒有餐巾的？這些我想店都有嘛，都要抹嘴的。 Small personal silver 最喜歡看些人類隱私的東西。看到有個定情信物啦，呢個係以前女仔用嘅手袋咯，好勁靚喎，因為佢擺喺個裙嗰度咧，
唔該，而家啲 cosmetic 可唔可以抄下？係萬用到咯，其實佢哋 kind 呢個係咪士巴拿嚟㗎？呢個似士巴拿喎。咁呢個 cons 啦，呢個擺 cons 啦，呢個係咪叫初哥哥出嚟嗰個？咁呢個咧？這個是什麼來的？ A system of chain and chips which attach to the belt， 就是我剛才說的 Pocket 發明之前的純產品，手袋，以前的人的手袋，因為沒有裙袋，以前的裙袋。但是這個很恐怖啊，你看他的人笑到足球的樣子，是超恐怖的。今天 B&A 都挺多人，因為地鐵這樣塞了，叫我們立刻下車，今天是多人的。我不是第一次這樣在這個站下車，其實這個站其實都有人撞，或者是有問題咯。白子櫃勁靚喎，呢啲係膊頭有花嗰啲喎。應該因為嗰啲收納口入面擺嘅 bottle tickets 啊 ，whisky。我成日見到呢個咯 ，Calex 呢個好靚咯，佢整擺即係咁樣 stay 都勁靚，黐線。原來英國人都喜歡打邊爐的，即係埃及風的鹽樽喎，係嘛？但係呢個型啲喎，呢個勁狂聽喎，呢個仲唔係少年島神海面有的哦，1884年，係咪 Art Deco 嚟？八四年咩 ？Art Deco 係1920。嗱，我睇我哋個 channel 係有得學歷史的 Art History Only。呢個勁得意喎！這個應該是筆的牛扒汁那些咯，哦，大家樂那個不是，你吃金鳳會倒那個燒汁，但它做了一個是 seashell， 挺可愛的。我想說這裡的擺位是超宏偉咯，你看這裡上面有碟，這個全部銀器呢，它是特登的 lighting 是有教的。很多年前我去過這個羅浮宮，我們覺得它的銀器擺位是很噁心，還有 lighting 是搞到銀器極樣衰，所以我覺得除了這裡 V&A 之外，大英博物館的銀器是擺得是超級好看的。這個 Art Deco 1922，喂，這些是很漂亮的，這些很像名牌東西，即是現在有得買的那些。它有 mixed plastic， 這些是不是 plastic？ 但有些髮廊，髮廊我覺得是 ivory 的。哦，我哋都太年輕了。Ivory 係咪象牙？即係唔可以過關嗰啲啊？呢個好靚，好 modern 嘅銀器咯。密集恐懼物樽。但呢個好似咩喎 ？Juno MV 封面嗰啲。你影入面嗰個勁唔得，我要走。我咁樣啲觀眾會唔會走曬㗎？好似皮球喎，佢好似皮球啊！但係佢係 silver， 係 made by， 係。但係因為 silver 咧，佢係可以做到好薄噶嘛，即係薄到金箔咁樣都得噶嘛，咁啊勁 fragile 咯呢個嘢。呢個上次我嚟都冇，佢其實真係 time 要 time。丹麥噶喎，呢個 artist 係。係啊，被 order 叫做 Kim Buck， 2016年嘅作品嚟㗎。其實個 time 要 time 轉下啲。係咯，我哋即係呢啲咁樣成日會嚟到嘅人咧，都可以睇到啲新嘢咯。又嚟到窺探人哋私生活嘅 personal luxuries 啦，呢個鏡勁咧，個葫蘆勁咧，呢個葫蘆勁似擺毒藥咯，收鬼嗰啲。喂，佢嗰陣時已經有便葵嘅根啦喎，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嚇綠色餐具可唔可以跟住呢一個 direction 去做？喂，但係佢中間個針係咪試毒銀針嚟㗎？邊支？呢支咯，係咪吉水果？吉水果你都諗得好單純喎，我覺得係試毒咯。我哋做親呢啲一定係貴族啦，係嘛？做到美輪美奐隻羹都。Fox 啊？佢邊度 Fox？ 唔係，屌佢！你睇下佢係咩啊？二合一㗎，超勁喎呢個。呢度係一個羹啦，呢度掹出嚟係一個 Fox 啦。跟呢個佢話吉水果咯，好想要喎。哦，唔係啊，佢係 toothpick 啊，可以做。咁粗，估到人啲牙啦咁。咁大嘅咩？跟住我哋發現咗用貝殼整嘅匙羹啦，佢哋係咪係航行嘅時候會用啊？都好得意啊！係咪海神？係喎，海神喎，喂，我哋終於有啲文化輸出喎，或者係小魚仙嘅老豆。我呢啲佢哋應該係航行嘅貴族啲用品咯，即係啱翻嗰個 environment 啊嘛。或者貢品咯，咁完整嘅貝殼，呢個係鴕鳥蛋啊！哇，但係佢下面嗰個人頂住曬喎。佢頂住成個嘢喎，下面嗰個人，呢個都好勁咯。呢個樽全部都係人嚟嘅喎。應該係講酒神咯。係啊，因為有提子啊嘛。啊！啲鬼佬真係細細個開始飲酒嘅。呢隻就好似考古嘢咯。會唔會梳咗頭呢隻？唔係啊，咁你有呢個 brush 喎。我哋一齊睇下呢個 brush 係咪剃鬚啊？咁即係。哦，呢個係廁所魚刺。魚刺？個鎖魚嚟鎖咩屁股啊？
魚翅有匙羹嘅咩？係咪要常粉？啱啱啲刀嚟做咩切開嚿匙？我唔提好削法。我覺得係提素梳頭嗰啲咯，同埋啲 bra bra shop 都會有呢個 brush 噶嘛。梳頭實咁咁唔接受。唔好嚟啦！唔好嚟啦！我哋嚟到 B&A 一個新嘅 section， 呢度就係擺畫嘅 The Sheep Sharks Collection 喎。They range in price from under £10 to over £1,000。我哋可唔可以唔好咁資本主義？佢呢度有幅畫，可能係1000磅嘅幅畫，但係以前一個即普通嘅文員。最高人工可能都有100-200磅。哦，即係呢度都價值連城嘅。呢個係咪父權社會啊？我係啊 ，housekeeper bring him lettuce and morning tea。即係呢個工人嚟嘅。但係呢個就係個家族嘅人咯，即係俾咗呢個畫呢個博物館嘅。哦，係喎，可能係家傳之寶嚟嘅，唔知你勁得意啊！好立體啲羊咩咩，好似棉花。印象派之前嘅所有畫都係。realistic 啲咯，嗱呢一個如果出現喺現代嘅話，就會俾人話亂同癖噶啦。但以前係同樣色噶嘛，黃子膠，黃子膠，黃子膠 ，Oh my god， 完全係洛麗茶喎！你睇下個樣，個女仔個樣。Open your mouth and shut your eyes。啊，佢係真係咁叫啊！好易飲啊，你睇下，古代戀童證據。You yo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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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。嘟嘟嘟嘟嘟嘟。其實以前的人呢都是跟我們現在的寵物博主一樣，畫下自己可愛的寵物是什麼樣，好像我們現在都會幫自己的寵物開 IG 這樣記錄下它可愛生活的一面，從古至今呢對寵物的喜愛都是不變的。哇，它這個名字是厲重力的， There's no place like home。 嘴實狗很搞笑，其他狗很瘦，一定是佢食曬人哋啲嘢啦，你睇其他狗勁瘦咯，佢一定係大佬咯，睇佢樣子。好似係嗰啲咩賽馬打比賽啊，跟住啲人賽馬定馬賽？賽馬，跟住冇馬嘅點解呢度？呢度後面係馬場，哦、即係 describe 佢哋嗰個賽馬日有啲咩？咁係咪即係古代人袋日啊？呢、這個係都好多人啊，好 busy 呢幅啊，呢兩個一定係溝緊女咯。呢兩個係啊，肯定係溝緊女啦。呢個是英國朋友推薦的 Portrait Miniatures， 佢話入邊有很多 portrait 咧係勁細幅啦，即係要用放大鏡嚟睇，我哋即刻嚇冇曬放大鏡啦，佢係超細幅啦，巴掌大小，咁呢三個都是 Andrew Robertson 咯，點解唔同樣嘅？咁佢長大㗎嘛 ？OK， 眼係定情信物啦，好靚啊，但係勁似咧 ，The Ray MV 入邊會出現嗰啲嘢咁樣咯。哦、即係情人係即係交換眼嘅畫嚟以示佢哋愛意。呢個係 made out of diamond 嘅喎，佢有粒眼淚喺。哇！我哋擁埋啲睇。邊度啊？閃咩學眼淚？你見邊度？佢叫邊度？即係佢眼角係有粒眼淚。咁巧思嘅原來。但係隔離呢個都似係定情信物，因為有嗰啲 initial 啊。即係好似卡米拉同埋查理斯嗰個 CC 咁樣。所以其實呢啲細細個嘅有樣嘅嘢，其實都應該係定情信物咯。以前冇 iPhone 噶嘛，可以隨時攞住你個情人個樣啊。咁你記得佢嘅時候，就可以攞佢嚟懷念下。唔係懷念啫，唔係紀念，係啦，唔係，想念，係啦，想念係。呢個台嘅知識含量好低。係，唔好意思。呢個細路仔應該企咗喺度好耐，好想收工咯。話爹哋畫完未啊？我哋啱啱講啊，荷蘭嘢全部都係溝溝地，你睇下而家呢度係咩啊？復仇勇者喎，呢度係。哇！咩事啊？呢個好似係強姦現場。你話揾到錢咁，其實佢嘅主要收入係乜嘢咧？應該係你入會咯，同埋政府分力啊嘛。如果唔係，你點可以免費嚟呢度？其實很多英國的博物館門口都是會有一個 donation 的位置，雖然它是 free admission 啫，但是你是可以捐錢俾佢哋，令到佢運行得更加好。前世都未見過呢一個 B&A 的餐廳咁 Q 多人，一定是全部都是塞車而引起的人流咯。呢度黐線多人到好似年宵咁樣喎。同埋呢度 suppose 應該係貴過出邊噶嘛，你影呢度入面勁靚。係全個英國第一個博物館入面。哇，真的很漂亮哇！
唔喺度食嘢噶，佢連嗰啲窗都係有花紋，個柱都係幾靚，超級漂亮。好啦，我哋而家走啦，太多人啦，太恐怖啦！呢度係我哋第一次去 V&A 嘅時候，俾 V&A 深深吸引住嘅一個地方，就係 V&A 嘅庭園啦，佢係超靚。其實今日天氣唔好，因為落雨咧。如果唔落雨嘅話咧，其實呢度咧嗰個草地係勁多人睇嚟嘅咯。其實而家都仲係落緊雨嘅，但係大家已經迫不及待出嚟影相，因為而家雨勢係細咗啦。咁所以咧，比較適合出嚟拍個照。有好努力幫我影相嘅人，而家慢慢行翻去我嘅身邊啦。我哋而家回程啦，但係成個站已經封咗咯。我哋喺度諗緊究竟係咩事，係咪？發現有危險爆炸品的等級嚟喎，我哋車都搭唔到，你睇下對面嘅團友。我而家喺度揾緊下一個地方去邊度。我哋嚟到諾丁山，係一個好靚嘅 environment。首先你嚟睇你做，我都唔知30,000有冇報少數。哇，好喎、啊，睇呢啲正，我中意睇。先唔係20,000一個月，係20,000一個禮拜。哦，黐線。10,000一個月，但係好大好靚嘅，佢係最頂嗰層，好似好啲啊！而家嗰啲陽光冇咁屎咯，啲天氣呢個係 Notting Hill 難得嘅一啲 spring 嘅元素啊！我 feel 到暖意啊，喺呢度有個太陽曬咗個頭。哦，所以 that's why 佢哋就可以茁壯成長，係咪？認得呢個幫我自拍嘅女人。哇，咁靓咯！呢、這个紫色嘅屋，呢一位怡英港人，你系咪梦想喺呢一度买一栋楼啊？少少少少，但我哋啱啱睇咗个楼价系40,000per week。突然之间晴天。呢間係叫做 Jesse Western， 係一個可以 custom 呢個 cowboy boot 嘅一個地方，同埋嗰啲 accessory 都係好有西部特色嘅。我哋而家入去睇下。全部都好有特色啊！好糖精啊！可以擺翻粒片入去咯。不易哦，咁有咩用？冇用，只會令到你啲錢更加再重啲咯。幾多蚊啊？什麼都唔係好貴嘅，幾得意咯，手信嘢咯，呢啲嚇呢啲豪客叫嚟做咩啊？錢係 cool 啲先，唔係我細個去旅行都有扭計劃要買。使乜買一執噶嘛呢啲嘢？咁樣就20磅。我就係專門呃曬啲錢。將啲天然有嘅嘢咁樣賣翻出嚟道德咩？是不是這間啊？是啊，我們到了，原來是這個手信店，但寫著，但它的 logo 是那個咯。這些小紅書熱店，這個是 Notting Hill 的那個取景的 bookstore。 邊地字入去看。突然之間晴天，前面有些 Advantage Market。 OK，都幾大同幾多嘢行咯，其實呢度係。呢啲就係 follow 到你嘅。唔知喎，你都冇出現喺個鏡頭入邊。我今日用咗呢個 House Lab 嘅 foundation， 我覺得我塊面黑咗，係咪氧化有啲嚴重？黃咯，我覺得。係啊，黃咯。但我覺得佢嗰個遮瑕。係咯。我哋進入呢個除咗 Freedom 之外最大嘅一個市場。唔知大唔大喎，但係都係邊地 Market 咯。小商品市場，好可愛嘅小狗。Hello， 我都黑膠，幾得意喎！呢啲小書本。咩嚟㗎？呢個係 mushroom， 勁 cute。我都中意估啊。哇！佢係 mushroom 圖鑑喎。哇！好得意啊！佢有冇話邊啲食得，邊啲唔食得？喂啊！你唔好咁樣啦。有啲食咗會令人開心。開心㗎喎。哇！佢嗰個勁鮮面咗定係唔食得嘅咯，有啲。哇！幾得意喎呢個。可唔可以揾瘦珍菇俾我睇？你想瘦珍菇真係咩？實。會
灰灰地一片，係咪咁樣？你通常食冬陰功會見到咯，咁樣嗰啲啊？唔係啊，算啦，你唔知。我話靈芝吧，靈芝喎，靈芝啊，靈芝喎，好名貴喎呢度。冬蟲草係咪？有啲怪菇咯，怪咯，真係唔可以隨便食。哇！呢個羊肚菌啊！是不是會有竹身的？玩完就玩完了，這裡不知道是不是都是拆裝，你給一些耐性行是嗎？是啊，因為剛才我們看到有些是25磅，這裡是10磅 only 而已。如果行到肚餓呢，這裡其實很多東西吃的，那就有些東西吃攤檔仔這樣啦，就是一些 street food 啦，披薩啦，前面就有幾檔嗰啲油益味嗰啲嘢嘅，我哋就冇再有興趣食齋嘢啦。唔知行緊去邊，但我覺得我哋應該會揾到我哋嘅檔，但係幾靚咯呢一個有 graffiti 嘅小路。但係你個布置可唔可以唔好咁老人家？可唔可以行得型啲啊？隔離就有呢間好似好好食嘅 bakery， 我哋太晏啦！哇，個 honey toast 係勁 temptating， 哇，最後嗰陣好似好好食，呢個好似好好食喎！你又話咩咩嘅麵包同埋水果唔得嘅，但係而家得啦。咁今集我哋就行到呢度先啦。鍾意我嘅片就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like 我嘅 videos， 同埋 share 我嘅 video 出去啦。记得 follow 我嘅 IG 叫做 half_bookcat。大家想睇一啲美妆资讯都可以 follow 我嘅 IG 去睇嘅。可以 follow 埋我嘅网店叫做 half glow。我哋专做一啲欧美品牌美妆品嘅代购嘅。如果一啲你喺网上面见到试唔到买唔到嘅嘢呢，我哋都会帮你代购返嚟香港嘅。重新再提得大家一次啦，如果对 Anna Luisa 嘅 jewelry 有兴趣嘅话呢，就记得用我资讯栏下面嘅 link access 呢一个 Black Friday 嘅 sale 啦，最高可以去到 30% off 嘅千载难逢嘅机会啊！你知 Black Friday 每年都系最平嘅节日嚟噶啦。好，今日嘅片就去到呢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